觉，让我告别从前。我是这样轻轻地走到你面前，是谁让这天空多云转晴天，能让那飘飞的思绪清静太阳的脸，打开心扉，让我坚守明天。已有一座里程碑立在天地间，是谁让这天空多云转晴天，能让那绿色的风远成碑我的眷恋。一岁又一岁，一年又一年，怎能不知这追寻有着怎样的航线。一岁又一岁，一年又一年，你我的笑容又留下最美的语言。追寻有着怎样的航线，一岁又一岁，一年又一年，你我的笑容又留下最美的语言，你我的笑容又留下最你还管你妈了，你要是刚刚摸过生肉就应该好好洗洗手，不干不净吃了没病。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现在上海啊正在流行甲肝，几十万人都给传染上了，我现在吓得在学校食堂都不敢吃饭。你别吓唬我，我听广播了，他们吃毛憨得的，煮都不煮烫一下吃，那能不得病？我知道那不是大新闻啊。哎，咱们这要搬迁了，听说啊镇上要盖什么大饭店。哎，咱们这回可住新楼了啊。这北京都盖了多少大饭店，还继续盖啊？没让你掏钱，你操哪门子心呢？就是，甭管他盖什么，咱们搬迁就行。哎，你们家人口多，至少啊能分个大三居，那样就好了。我们家没一个能分上房子，就指望着搬迁呢。嗯。李然，忙着呢。大海，哎，坐坐坐。好，你来的正好。有件事呢，你得亲自跑一趟啊。一个朋友倒给我100吨铝锭，真的啊？哟，这可是好东西，市场上做锅做盆的抢这东西都抢疯了。出厂价4000，给咱们4500。好，货在哪儿呢？货不用咱们管啊。咱们卖的就是这张纸，这是调拨单，你让买主呢到厂家自己提货。4500，哟，这张纸就值10万块钱。这挣钱也太容易了，这吧？中国现在是卖方市场，尤其是国家统配的原材料，谁有本事搞到批件啊，就得挖到个金山，这就是计划经济的优越性。
挖金矿。我觉着你们这是挖社会主义墙角，原材料的价格比最后成品价还高，我都没听说过。你这不是不让人工厂活吗？我也觉得这么干不合适，可是我不干照样有人干，我就算不错的了。我是把这提货单直接卖给厂家，要是搁别人手里头，指不定还得转多少圈呢。哎，原来不是说就帮这个林一达几天吗？这一晃几个月过去了，什么时候势头啊？做人得讲义气吧，林一达帮咱多大的忙，现在正缺人手呢，你好意思不管人家？甭自个儿骗自个儿啊，我看出来了，自打人给你6万块钱以后啊，你这心又野了。哼，对了，你说的真对，人家一个电话就给我6万块，凭什么呀？啊，我打家具累死累活一天，腰酸腿疼的，挣几个钱呢才？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财迷心窍，你忘了过去的教训了吧？我这是吸取了上回的教训，才和林一达做这种不要本钱的买卖。亮子说的太对了，跟林一达一比，我简直太傻了，怎么能拿自己的血汗钱去做买卖呢？所以现在我聪明了，只赚不赔，挣了我就存上了。那你不能挣这种亏心的钱啊！你满街打听打听去，谁提起这些官脑来，不恨得咬牙切齿的呀？要恨也恨不到我的头上，你瞧瞧，我不过就是个跑腿的。这上头可盖着政府的大印呢，这不是我偷来的。那帮管事的打一电话就几万块钱，要抓抓他们去。哼，你瞅着吧，反正是迟早的事儿。给。为了展示北京80年代城市建设的辉煌成就，由北京市委精选的北京80年代十大建筑揭晓，他们是北京图书馆新馆、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中央彩色电视中心、首都机场候机楼、北京国际饭店、大观园、长城饭店、中国剧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地铁东四10条车站。这次历时8个月的评选由北京日报和北京晚报联合主办，入选的建筑在规模、规格、技术、风格上均比50年代首都十大建筑一大步。北京80年代十大建筑评委会主任、北京市副市长张百花今天上午在国际饭店召开的中外记者新闻发布会上，将这一评选结果公之于众。玲玲呢？哦，今天是星期天，玲玲不用去幼儿园了，奶奶说让她多睡一会儿。小芳，哎，这个月的生活费。大姐，奶奶说不让要这个钱。嗯。为什么？林林的生活费我已经交过了，至于你们一天只在家吃一顿早饭，我们林家还是管得起的。照这么说，我还得交房租呢。你早就搬到贫民屋里住了，林林跟爷爷奶奶住，我一个人住一间，一个月怎么也得200多块钱吧。我告诉你，在这个家还轮不到你摆谱。不要认为自己开个小饭店就了不起了，我随便一笔生意比你一年挣的都多。我知道，可我的钱干净，我是用劳动挣来的，而且我每个月依法纳税。你呢？你挣了那么多钱，你交过税吗？我是合资公司，怎么纳税用不着你操心。至少我有资格这么说，我对国家做贡献了。乱七八糟的，梦里还有骚。没错，我们家小欧啊，整天就爱唱这些歌，不是跟着感觉走啊，就是一无所有。还有电视剧的插曲，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哟，怎么那么多不知道啊？文艺是时代的反应，现在的人越来越浮躁了，尤其是这些孩子们，整天呢看什么都烦，就是不好好学习。就我看。最踏实的就是咱们陈化，咱们两家
将来最有出息的肯定是他。张艺谋这人物还真是个人物，那个老井就是他拍的吧？没错，人家的专业啊是搞摄影的，咱俩都不爱看的朋友面就是他拍的，也得奖了。又能导又能演又能拍啊，神了。哎，这俩演员也不错。哎，你说这姜文啊，怎么演什么相声？是不是我喜欢玉红丽那俩小虎牙越笑越有味儿。哎，对了，还有个好消息告诉你，我姑爷新近从南方买了一批录像带，全是香港警匪片，那枪打的跟蹦豆似的，那人挨了100多枪，你猜怎么着？啊，还往前爬呢。2000多块钱吧，来，戴上让姐夫瞧瞧。我脖子太细，戴不起。不跟我这假客气，来。从现在开始，我不会再要你任何东西。哟，你怎么了？我没得罪你啊。你知道我们老师一个月挣多少钱吗？他是上有老下有小，还算是个大学副教授，一个月才挣120块钱。你随便送人一条项链，够他挣2年的工资。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又不是我给他发工资，那你觉得这样公平吗？你跟他相比，谁对社会的贡献更大？就比如我哥，硕士学位，大学讲师，一个月才挣80块钱，还不够你花一天的呢。哎，他要想挣钱也下海呀。现在就这样，社会地位高，收入就低，要想赚钱就别嫌寒碜。就是让你们这些下海的人给闹的，我们现在连书都读不下去了。过去是知识越多越反动，现在是知识越多越贫穷。还没进门呢，就听谁在这儿谈谈。哎呦，话你回来的正好。小文吃枪药了，非要杀富济贫。你们这些人就是该杀。现在物价上涨的这么厉害，就是因为你们这些官僚给闹的。哥，你们师大的学生对官僚、对脑体倒挂非常不满，对吗？对啊，没错。哎呦，拉倒吧，这一老师一学生，我这小导演赶紧撤。哎，慢，我还没说完呢。哎，花儿，你可千万别听他赌博啊。你们俩掐去吧。哎，妹子，你要是缺钱，你圆一声。姐夫的钱不就是全家的钱吗？谁要你的臭钱？小欧，你这么就没意思了吧？哎，我怎么了？我一没偷，二没抢，三没触犯国家法律。再说，国家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呀，你凭什么管我呀？嫌我的钱脏，你别用啊！你要我的东西还少吗你？
好啊，我可以还给你，我现在就还给你。哎，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这是怎么说翻脸就翻脸？那还是不是一家人呀？谁跟他是一家人呢？你吃错药了吧？今儿啊！行了行了，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听我说两句啊，都坐下。你说现在这分配不公、脑体倒挂、官商贪污腐败，这是一个全社会关注的焦点。所以说小欧有情绪啊，我特别能够理解。别说他了，我还有情绪呢。你说我从七八年做学问到现在，我也十几年了吧，我那点收入还不如平平他们家那保姆呢，是不是？说句良心话，我也觉得这样不合理。你想天天说搞私话，靠我们这帮倒爷行吗？这还像句人话？哎，别这么说。现在啊，咱们国家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这种过渡呢，不可能整齐划一，更不可能一步到位，所以才会出现混乱，出现分配不公。就像我刚才说那样，是吧？我认为知识分子目前这种生存困境仅仅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只要他们能够甘于自己的清贫和寂寞，守住自己最后这块阵地，我相信最终有一天他们会在商品社会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那得需要多久啊？不知道，几年，十几年，也许几十年。用他这辈子不就过去了吗？每一次社会发生重大的变革，总会有人做出牺牲，付出代价的。那干嘛非得是我们呢？哎，没有人拦着你啊，我们单位好几个同事已经下海了，所以说呢，这是一种社会的进步，因为它允许你去选择自己的道路。可是不管怎么说，让咱小欧现在下海，还是早点吧，啊。你别得意太早，你们的好日子长不了。海明。海明啊，我的门哟，你嘀嘀咕咕干什么呢？学几句英语啊，等女儿回来跟她沟通。你看你还有闲心呢，听说了吗？9月1号开始物价全面上涨。全面上涨？不可能，外边都翻了天了，商店里都挤满了人，人山人海的，人都跟疯了似的，见什么抢什么。快快快快，把存折给我。哎，要存折干什么？哎呀，银行里都排长队啊，再晚就取不出啥来，快点啊！哎，我说。你要买什么呀？买什么也总比存在银行强啊，东西还能保值的，钱还能值多少钱呢？谁说人民币贬值了？哎呀，大大小小银行都挤满了人，都在提钱呢。哪儿来的谣言啊？把这个存折不许动啊！哎，你要是不是买10000块钱的股票，能买多少东西啊？一天到晚在家里什么也不知道。小胖，快快跟我走！哎，这人都怎么了？这是疯了吧？妈，妈，我来，我来。哎呀，可累死我了！你买这么多毛巾，什么时候能用完？慢慢吃，你快去啊！潘妈妈给咱排着队呢。还买什么呀？甭管他，碰见什么买什么，别忘了呼大海啊！他上次可能有现钱，雇一辆车回来。你能把商店都搬回来？搬回来我就放心了。哎！你往我后边，还有人呢。哎，又是师傅，哎，后边拿车出去接马去。哎呦，老师，谢谢您啊，谢谢。跟着，哎呀，师傅，谢谢您啊，跟着，老师，哎呀，您家老师，谢谢师傅，记得喝点水。哎呀，我一听到信儿啊，我就赶紧找关系。这老商店搬家了，你知道吗？那里边那包是棉毛裤，有50多条的，够咱家穿几年。来，我来。这怎么缠这什么呀？哎呀，你拿这个吧，这肥皂，那边那香洗衣粉，你挑轻的拿。行了，这下不怕涨价了。哎呀，是啊。买这么多东西花多少钱？听我，哎呀，花多少钱也值啊！现在没人存钱了，不然买东西保值了，我得赶紧奔趟店去当店。听我，我那边还订了10台录像机呢。10台录像机干嘛呀？要10台。哎呀，刚跟您说了保值嘛。再买几台彩电，现在录像机外头卖4000多块钱一台，做不了您慢载的，准涨到5000-6000，出手就是10000的利。哎，别耽误时间，赶快行动吧。行，那我先走了啊。哎呦，累死我了。商店里是人山人海啊，不管卖什么，见对就拍，见东西就买。赛过春节庙会了。你买这么多锅干什么呀？我哪知道这队是卖锅的呀，还到跟前才知道嘛。反正当时也顾不上了，大家买我也跟着买。这锅呀，现在买便宜，将来还不知道多少钱一个呢。你真糊涂啊，就是白给也不能要啊。哎，淑琴，你是怎么了你是？
哎，你也跟着街上那帮老太太瞎起哄，你好歹也是个党员干部，是个文化人。哎呀，我不是一时急糊涂了吗？现在想想是不值。哎，现在什么都涨，就是工资不涨。我相信这一切都是暂时的，那么多困难我们党都克服了，这一次也一定能。我还是那句老话，让时间来证明那一切吧。嘿，妈，好消息啊！我4000块钱买的录像机，现在涨到5000了，呀，商店里飘着呢。那还不赶紧卖呀？就是，咱们家呀，跟仓库似的，连落脚的地儿都没有了。瞧您说的，现在就卖，那才赚几块钱呢？等等，肯定还得涨呢。还涨？还要不要老百姓活了？哎呦妈，这您就不明白了吧？现在老百姓手里头有钱，银行里存款就1000多个亿。1000多个亿呢？妈呀，个十百。妈也甭费那劲了，反正是天文数字。所以啊，人家林一达聪明啊，您从南方又进了一大批录像机，都在库里头压着。你怎么又吃这挂面？我愿意嚼这玩意儿。那您知道吧，咱中国老百姓啊，就这么一毛病。嗯。哎，您越是涨价吧，越是买不着东西吧，他越是哭着喊着非买不可。就是这样，你不涨价他不买，一涨价就像白给似的往家抢。可不是嘛，趁这机会挣老百姓的血汗钱。你们亏不亏心呢？你们，我看出来了，根本不是国家要涨价，就他们这些商人呢，趁机哄抬物价。你说库里明明有，他就是压着不卖。嘿，瞧您说的，谁也没拿枪逼着您非买不可呀。这叫做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只能说明你们这些人的消费心理太不成熟，太脆弱。有风吹草动，你们就慌事儿。别得意，小子，老娘东西都买齐了，几年不用进商店。告诉你，那东西非砸你手里不可。我这可是日本原装的货，多少公司想要我都没舍得给啊。当然了，咱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我就答应给你。货呢，我是3800进的，加上仓库管理费啊，我给你3900，怎么样？我一分钱不赚。这种事情还考虑考虑？好好好，我等你的回信。哎，你说的是那批录像机？这应该啊，上个月就出售的，真是太贪了。哎，我刚跟商店还看过呢，卖5000多一台啊，有人买吗？这我倒没注意，货架子上是摆着不少。哼，这就说明啊，5000块钱已经打到顶了，已经超过人们的购买能力了。等着瞧吧，过几天价格全都降下来。哎，我说，那也不会降得太快吧？啊，现在北京啊，所有经销电器的大小商店都和咱们一样存着一批货，至少要几十万台录像机，再不出手啊，连成本都收不回来了。哟，那我手里还10几台呢。你那算什么呀？我这还200台呢，都是我自己的钱。哎呦，那可怎么办呀？接着找卖主，赚钱的事就别想了，能把成本收回来就不错了。
小张，我先回去了，你们也早点休息，把门锁好。哎，好的。哎，那你们慢走。哎，再见，大姐啊。哎。挣那么多钱还骑车？找我有事儿吗？没什么事儿，想跟你聊聊。听说西单开了家豆化妆，生意挺火的，抢了你不少生意吧？怎么会呢？北京人太多，市场又大，谁抢谁的生意啊？那很难说，现在开饭馆的人越来越多了，甭管到哪儿吃饭都用不着等座。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想我们结婚两周年的时候也一起下过饭馆。是啊，那好像是昨天的事儿，你去开票我等座，结果咱们谁也没吃饱。咱俩很长时间没这么说话了，其实我在这等你半个小时了。找我有事儿吗？没有，真的。最近生意呢不太顺手，心里烦，想找个人说说话。想来想去呢，还是觉得找你最合适。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夫妻，一日夫妻百日恩嘛。如果你资金方面有困难，几万块钱之内我是可以帮忙的。几万块钱能干什么呀？啊，对不起，你看我又自作多情了。我不是那个意思。哎呦！哎呀！看我来吧，我来吧。你这个大经理，好久没骑车了吧？小看人，自行车只要一学会了，这一辈子都忘不了了。你不信，你看着我给你骑着看。哎，怎么样？还可以吧？不错。这人的感情啊，要像骑车这样该多好。陈毅，我承认咱们走到这一步责任都在我。你是不是觉得挺奇怪，我怎么会说这些呢？没什么奇怪的，男人在事业上不顺心的时候才会想到女人。你水平挺高嘛。除了录像机你还有别的麻烦吗？其实你刚才的话只说对了一半，男人在事业上不顺的时候，就会发现所有的朋友都是假的。当你呢跟他们在一起用他们的时候，他们会躲得远远的，所以这时候你就会想到女人。群英，你不会离开我对吗？我还是那句话，如果你有事要我帮助，我会尽我所能帮你。如果你闷了想找人说说话，我也会陪你，但我也只能做这些了。那你对我一点感情都没有了？不是没有，是不敢有。你不顺心的时候想起了我，你顺心的时候又会怎么样呢？一达，这就是我们之间问题的关键。我是你的妻子，不是你解闷的工具。那好吧，一笔70万的小生意砸不垮我，走着瞧吧。易达、群英，哎，你们来一下。玲玲呢？已经睡了。哦，我去看看她。你等一下，我和你妈有事情跟你们谈。看这架势，怎么像谈判？
你们究竟要分居的哪一天啊？爸，我和秦英的不算分居，我们俩只是不想互相影响，所以才分开睡。这在国外其实很正常。回到家一个月说不上几句话，这算正常吗？是，你看看你们俩人有多久没有带着孩子一块出去玩了。爸妈，我和伊达之间是有很多矛盾，我有很多不对的地方，开餐馆的事儿也应该先和你们说一声。是应该说一声，你偷偷摸摸出去开餐馆瞒了我们好多年，家里的人你全都不相信，你看我们没有亏待你啊。没有，你们对我挺好的，我不是不相信你们，真的。假话。哎，秦英，不扯远了啊。秦英啊，嗯，办公室开饭馆，只要是合法经营、依法纳税，国家还是提倡的，啊。这不像前两年开饭馆，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嗯，萍萍来信了，她很快就要回来。什么时候回来？下月上旬。他虽然跟陈欢有个家，但是也不能总不让他回来住吧。爸妈，我和秦英的事呢，我们自己解决。我不会影响萍萍回来的，她毕竟是这个家的人。你不是啊？这样吧，伊达，你跟你妈到里屋去，我跟秦英留在这儿。爸，我对不起你。别这么说，也怪我粗心，对伊达没有及时提醒。都是我不好，我太好强，我不是个好妻子，我不愿心甘情愿地伺候他了。我明白，我这个儿子，在困难的时候，他对你很好，也能给你共患难。当他成功了，他就不太把你当回事儿了。你是个要强的孩子，想要有自己的事业，这没有什么不好。可是你们就没有一点余地，彼此宽容一下，相互谅解一下对方的缺点。你们还是曾经相爱过吗？爸，我想过，过去我和伊达那么相爱，为了这个爱，我愿意付出一切。可是现在我怎么也换不起那种感情了。我也想过玲玲，我不是没想过。自打玲玲生下来，您和妈都付出了很多的辛苦。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也想为了孩子凑合过吧，多少人都是这么过的，我为什么不能？可是我不愿意，我不愿意成为他的附属品。我要我自己，我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女人。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嘛？总不能这么过下去吧？今晚是我主动找的他，你向他承认错误了。我想我们毕竟还是夫妻，再说呢，我也没想跟别的女人好。你看他那劲儿，爱答不理的，倒像是我在求他。他来刚来咱们家的时候有什么了不起啊？哼，整天抱着我，生怕我把他甩了。妈知道你不是那种人，哎，我早就跟你说过，他不是个贤妻良母型的，可是你就是不听。实在过不下去，离就离。儿子。真要离，玲玲可不能给他啊。我知道，除了玲玲，我不会为难他的。秦英，不用说了，你怎么做我都理解，我不再劝你什么了，实在不能过，分就分吧。
终于要回来了。你这是干什么？你要是觉得别扭的话，我可以睡在地下，反正门一关谁也不知道。那又何必呢？曲英，你要老是跟我这么较劲，也许有一天我们真的会分手。我知道，过去我们的差异是太大了。我什么都听你的，什么都依靠你，可是现在不同了，你还是过去的你。可我已经不是过去的我了。那好，你开个价吧，只要把琳琳留下，你要什么我都答应。林一达，让我卖儿子？真没想到，这样的话，你也能说得出口。我这是为我父母，他们的生活太寂寞了，不能再失去琳琳。我已经想好了，我把孩子给你们留下。你这干什么？该说的话已经说完了，我该走了。时间太晚了，要回我还是回平平房间住。再说了，就算要真的离婚，也不是一天两天能办成的事。单位呢要开介绍信，街道要调解，一大堆的事儿呢。咱们是协议离婚，又没有财产争议，我想应该很快吧。还是过几天再说吧，公司的账目现在还乱七八糟，我也走不开。是啊，什么都没挣钱重要，随你的便，我等信儿。是，当然，人家冲这台买票的，咱封这个上头不管啊？能不管吗？片子是走私来的，又有点色儿，我这也是没办法。眼看到年底了，怎么着也得给大伙儿凑点奖金啊！哎，再说这也是最后一回了，明年过了春节啊，我就歇了，踏踏实实在家看电视，用不着再为电影招这份人急喽。十年了，整整十年。
多一事一味无穷，展开的世界是真实的好梦，让我的故事完成一个见证，这一个见证定会超越时空。许多许多已经不再朦胧，许多许多已是以为无穷，许多许多已经不再朦胧，许多许多已是以为无穷，还会有许多许多歌。